岛。而台北市的山地原住民市议员的候选人排湾族的高镇尚也举行他的誓师大会，有许多原住民族界、政治界的重量级的人物都出面力挺，场面盛大。支持者全力呐喊高票当选。台北市原民会第一届族群委员会七号力挺台北市第八选区市议员参选人高镇尚，举办誓师大会，泰雅族伊凡诺干与民歌之父胡德夫等重量级人物都出面相挺，场面盛大。是我们情谊相挺，就是大家啊，等于是来一个誓师大会。今天开始还有两三个礼拜，到二十七号投票以前呢，我们能够让高镇尚我们把他送到台北市议会里头去。这次誓师大会，各族群重量级代表人物都出面相挺。高镇尚也表示，这次参选秉持不分族群党派，以协助解决都会区原住民问题为优先。我很心疼，有人讲说，我是泰雅族，所以我要支持泰雅族。我说，我从开始选举我的服饰，我就没有要强调排湾族。我们在都市，没有哪一个族群问题就不一样。因为我们面临外面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分族群，来共同来努力。五都选举只剩两个礼拜，支持者纷纷表态力挺，期盼将心中的候选人送进市议院。记者八号台北采访报道。